妮妮在家里其实是一只非常乖的狗狗，但是只要去公园散步一圈回来，就会被贴满了好凶哦的标签，它会对别的狗狗吠叫。那这次来上课最重要的是得到了方法，知道在对的时机称赞它。那这几天它表现得非常良好，那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它变得放轻松了，它可以更放松了跟其他的狗狗或者是在公园里面很轻松自在的散步，这是让我最开心的地方。好，谢谢。